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大爱医行观》。那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是我们傅静华医师啊，在帮病人做这个检查的这个状况啊。他有一根针啊，要刺到啊，这个不只是皮肤这个地方，蛮深的地方，这是肌肉，所以刺进去以后，肌肉会有一些反应，它就有一些波形。那当然也可以局部再加上一点刺激啊，微弱的电流的一个刺激，就可以看得到这个肌肉收缩的一个状况怎么样子，就有很多的图形啊，波形。可以给临床的这个医师诊断，这个无力或者是疼痛，它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是肌肉本身的问题呢，还是神经的问题呢？这是叫做肌电图的检查，在神经的检查上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帮忙。那当然给我们厘清了很多这个疾病，我们待会跟大家谈谈肌肉方面的一个疾病啊，非常常见的一个疾病啊。不过之前呢，我们请大家做一个联想啊，第一个，天气很冷。天气很冷，很冷的天气，第一个联想，第二个联想，这个看起来气质高雅的一个女生啊，这叫玛丽雪莱，玛丽雪莱啊，一个诗人啊，她本身也是一个对各方面涉猎很深啊，这个这样的一个女性啊，她嫁给玛雪莱，所以是玛丽雪莱啊，这个女生啊，第二个联想是这个，第三个联想是这个，看起来这个。怪怪的，这有点点恐怖的那种感觉啊，表情啊，没什么表情啊。然后请大家特别聚焦在这个地方啊，这两个是什么那样的一个东西啊？这是好像可以有些什么接头啊，弄上去以后，这个会变得更奇怪的一个动作出来。这三个请您做一个联想。这个我相信有些人也许可以想得出来，这是科学怪人。刚刚玛丽雪莱啊，是写这个科学怪人的这个作者。科学怪人是西方第一部科幻小说啊，1816年的时候啊，1816年那个女生怎么会去写这样的一个东西啊？很奇怪啊，而且这个内容啊，待会跟大家报告，更是很恐怖的一个状况。它的一个背景是这样子啊，天气很冷，那是在欧洲啊，日内瓦那个地方啊，天气很冷。为什么天气很冷？但本来冬天就可能冷，但是那一年更冷，或者是春天更冷的一个状况，理由在哪里？前一年1815年的时候，这是在印尼啊，坦博拉火山爆发，印尼的火山爆发引起了，因为它这个往上冒的那个火山灰啊，那么遮盖云层，遮盖太阳光，所以造成全球气候的影响啊，变得更冷，所以也影响到欧洲啊，所以那一群人啊，雪莱啊、拜伦啊，跟这个玛丽啊，冷了不敢出去啊，做什么事情就在那边想说，那我们就利用这个时间来写一点，这个自己有没有一些什么特殊的一个想法，写出这个小说，创作出来。这个玛丽雪莱就是啊，竟然写出这么恐怖的小说。这个背景是在坟场，很恐怖啊。通阿波姆嘎奇啊，这个他竟然敢去那个地方，到那个地方，而且他是描写场景，就是把这个尸块拿起来，拿到他的实验室啊，然后。组合在一起变成一个2公尺高、2.5米高的这样的一个巨人啊，拼凑在一起的意思啊，拼凑在一起以后，然后变成一个怪物的意思啊，所以大家知道这个叫 Frankenstein， 坦斯根呐、啊，类似这样的一个翻译啊，这个好像我们把它跟怪物做一个联想，其实这个 Frankenstein 讲的是这一位啊，是医师啊，是制造这个怪物的医师啊。叫做这个名字啊，它的原理就是那时候开始对电学、对人体的解剖有一些了解以后，所以认为其实人会动都是因为肌肉受到电的一个刺激以后就动起来，所以你理论上只要有肌肉，那么再加上电，它就会动。以前认知是这样子啊，于是他就想象出啊，不管是尸块或者是坟场的东西，只要把它组合在一起，有肌肉，它理论上再加上那么大的一个电极，接头的一个地方，这个人就会动起来。当然我们知道绝对没有那么简单的事情，不过肌肉对我们的一个影响是非常大的。大家不要只想到说。这个腹肌啊，是要锻炼出这样的一个6块8块呈现的这个肌肉的一个强而有力的这种状况啊。其实我们背部的肌肉更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因为这个背部肌肉事关我们腰酸背痛啊，影响很大的一个地方啊。因为骨骼终究它会疏松，终究会退化。但是肌肉退化的比较慢，所以我们如果多锻炼这附近的肌肉的时候，这个对我们腰酸背痛它的控制啊，
基本上也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忙。譬如说我们看我们人体的一个结构，请大家看一下，这是骨骼，然后再加上外形这个状况以后变成这样子，这在把这个肌肉的部分再给大家强调，就可以看得到，其实肌肉在我们身上每个地方都负责着非常重要，不只是行动方面的一个这个功能而已，每个地方都有它特殊的一个功能。我们如果这个局部来看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啊，可以看得到这个肌肉本身所占的一个比例啊是非常大，这你可以看到我们大腿这个肌肉啊，绝对不是单纯的一块，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块，这边还有很大的，旁边也有，所以非常复杂的一个机构，最主要这个结构啊，最主要就是让我们的一个活动啊能够变得非常灵活的这个状况。所以这个肌肉的一个影响不只是在我们腹部，在背部这个状况，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啊，大家会忽略掉它的一个存在的一个影响，就是我们头颅脸上这个表情，所以表情的肌肉非常非常的纤细，而且功能啊互相搭配协调的非常好。除了那个以外，请大家聚焦在这个地方啊，在颞我们这个太阳穴附近这个地方，其实它也有丰富的肌肉群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个就是引起我们头痛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啊。所以你看头痛我们会抱头，大部分都是抱太阳穴，你有说这样头痛抱这样的吗？没有啊，为什么？很简单，就是因为那个地方有肌肉，所以那个地方肌肉长久收缩等等的一个结果，就会使得我们的一个肌肉的含氧量降低，乳酸增加的一个结果，它也就会造成我们局部那个地方的一个含氧乳酸增加的一个状况的时候，当然就会使得我们的酸痛度会增加，疼痛度会增加。所以不要只是以为我们的这个肌肉只是在脸上的这个表情啊有非常丰富的一个管道来互相影响，要笑你看看可以牵涉到的一个肌肉群有多少啊，不只是这一块，这边的这个肌肉，这边的肌肉，这里的肌肉，都要有不同等张的这样的一个拉力啊，才能达到它效果。而这里啊它是没有画出来，在太阳穴这个地方其实肌肉群也是非常多的，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说，整体肌肉的一些影响对我们整个身体的疼痛的一个状况是影响最大。所以腰酸背痛绝对最多的原因不是骨骼这方面的问题，而是肌肉的问题。头痛最多的问题不是什么偏头痛或者脑瘤等等的一个状况，而是累了。你累了吗？肌肉累了，肌肉累了它就会酸痛，它引起了一个讯息就会透到各个地方去，而造成很多的一个影响。所以这个我们要了解最多的原因是这样子，而它发作的一个时间，疼痛的时间也大部分都是在一天累了以后啊，工作完以后，所以傍晚晚上的时刻比较会累。不然你可以做个实验，早上醒起来的时候按一按两边太阳穴看看，比较不会痛啊。晚上再做一个实验，再按一下，它就比较痛了。所以告诉我们要让它多休息啊，有时候按一下摩，有时候不要一天到晚只注意在专注在某一些事情，还是要脱逃那样的一个环境啊。那最不好的一个方式是什么？一天到晚靠这些药物来做治疗啊，这个是不是治本的？这是也治标，也有一些副作用。因为不要以为这个只是小事啊，吃久了以后，它都有一些副作用可能产生出来。那像这样的一个头痛的一个位置啊、时间啊，我们都要跟医师做很好的沟通啊。到底是两边呢，还是单侧？它的一个疼痛的一个状况是像血管这样跳动吗？那如果是像血管这样的一个跳动的时候，那这个偏头痛的可能性啊，我们也要注意到等等的状况都是非常重要，来做一些鉴别性的一个诊断。所以刚刚提到科学怪人，它影响的一个这个层面非常大，科学绝对不是万能的，如果一定要选择当怪人的话，倒是当这个钟楼怪人啊，面恶心善比较好一点。感谢收看，再会。